真的是左相，我们和古云年彼此算计的时候，倒是成了他眼里的螳螂和蝉。你到底因何缘故当街杀了左相？难道连我你都不愿说吗？生在皇家有诸多无奈，万事并非尽力，便能如愿。坊间还传闻，说太子手刃左相，与地下有关。 我听说，朝堂之上，想要弹劾太子的人并不在少数。背后一定有人在怂恿，或许此人才是藏身暗处借左相发力的源头。八万英魂荣归京城。紫苑，今后你有何打算？ 次官，回京南。可你看着韩氏天下，腐败不堪，民不聊生，你就真的放心把天下交给韩家？相爷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就动手吧，省得夜长梦多。散落在西北城池的地家旧部，纷纷收到传讯。 说，帝大人遭遇梅花内卫的刺杀。看来这刺杀的罪翁之意在于煽动利用帝家旧部。看来，帝小姐想要回晋南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。她身为帝家的后人，她本就不该回去。请太子殿下。 帝大人启程，接八万帝家军英魂回京。我曾无数次设想，若你我还能回到从前，当安乐成为帝子元之时，你我之间就回不到过去了。您心里明明是记挂着安乐姐的，都淋湿了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好如初呢？ 布置的这么舒适的马车，又是暖炉又是毛毯的，殿下，这不是为我准备的吧？快变天了，他们应该会需要。算了，霍大人心细如发，准备的也该比我周全。殿下让我来，是为了能给安乐姐送东西。 真心还是假意？真相还未昭告于天下，你我之间就不必谈情义了吧？十年前的旧案，即便是翻了过来，那也改变不了岱山上的人。不是冉安乐的事实，我要让这把火烧得更大。好一个第二个传奇！这些人都是生命过。 再次出现正是太后皇室第二日，去凌霄楼找洛明熙吧。是时候安排下一步棋了。今日之内，地下之事必须得有个了结。洛明熙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臣愿领死罪。他为了报下此恩，竟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 大仇已报，了却心事。可是我却不知该何去何从啊！沈大人也是，终究同你有几分情谊，怎能挑这一天呢？他如今是帝子元。孙玉君，你手上沾满了我帝家人的鲜血，我是个善恶分明、有仇必报的人。 为了我的儿子，我至死不悔。从这今日之后，我们互不相欠。但往日的情谊。
陛下，任安乐确实弟子冤，报应啊！罪臣先走一步。顾云年已死，不管他是故意屠杀帝家军，还是无意。 都已经无法做出判断，陛下无罪，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。反了！请陛下给天下一个说法。 我就怕我这份礼显得太过于简肃了些，小姐这份寿礼重得很，怕是太后都盛不住。是不是打算在寿宴上做什么？如今帝子元已经是帝承恩，你贸然行事，无论如何解释，这都是欺君之罪。所以在太子殿下眼里，帝家一直都是罪臣，你从未相信过我们。这件事情铁证如山，那我就把这座山给掀过来。我们之间隔着八万人的性命。 注定是不能在一起的。今日的这场宴会，应该是大晋国开国以来最热闹的一场了。臣女恭祝太后福寿康宁。帝家无罪。大胆，何人喧哗？ 如果继续复仇的话，你便注定对他有所亏欠，再也还不清他的恩情。你是要继续复仇，还是到此为止？我知道韩家欠帝家太多太多，这一切的罪都让我来说好不好？安宁，你没有罪，子渊我有罪，你不知道我的。自我入京城开始。 这件事情就不会结束。难道当年帝家留的血还不够多吗？难道太子殿下始终都认为帝家当年该留那血吗？如果没有当年诛灭九族，何来太子殿下眼前的任安乐？你如今已经是安乐了，便永远的做安乐不好吗？韩家欠帝家多少，就要还帝家多少。这件事情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我。 曾经对一名叫做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，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弟子渊。这句话，你永远都要记住。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坛被打开的果子酒，喝了一半。 到底是至尊你，帝家家主也去了华岩山。陛下他执掌大晋十几年，心智之前很绝非你能想象。你性子张狂且傲惯了，在我能护住你之前，别犯皇家忌讳，给我好好活着。 当年子渊不喜欢皇宫，那年京城的灯会，我花了十个铜板，套了两只灯笼兔送给了他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嫌我小气。请任大人谨记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和殿下过从甚远。或许对于帝小姐来说，一生一世一双人是你毕生所愿。
但是在我任安乐这里还有其他我要在意的事情。苦于念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得小心。我的部下曾在江南寻获一枚荷花坠子，图样乃是帝家所铸之璧。今日他认出来，中海正是这枚坠子的主人。他是帝家军幸存者，有人在江南水患案时就在查中海的下落。谁？任安乐。有一个重要的人证，只要他愿意，帝家定能洗清冤屈。你是说谁？帝家旧部，还是当年坚守此事的官员？都不是。殿下，你怎么最近老是盯着这颗棋子发呆啊？一入棋局，万般凶险。太子殿下，你总喜欢把心思用在不对的地方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晚宴开始吧。天快亮了，我们的时机也要到了。那把火是时候要浇灭了。看来一心复仇的任安乐可算回来了。陛下只赐了你刀鞘却没有刀。我猜陛下的意思应该是说想让安乐收一收锋芒，对吧？你若敛起锋芒，就不是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任安乐了。你们宫里头的人说话总是弯弯绕绕的。朕的太子正不想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我今日去见了帝承恩，看见了他写的字，和八岁时的笔锋极为相似。早已成人的子元为何还会是幼时笔力毫无见长？殿下十年惦念，能够寻得帝子元，安乐也为殿下高兴。任安乐，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除夕夜饮，帝承恩惠。我相信你跟我一样，都不希望子远出事。帝家八万将士的冤魂，你们韩家欠他们一个公道。先够了。什么？中海入京了？都给我出动！务必找出中海。以多欺少，不懂规矩。今天倒要看看，你们谁敢在我面前带走他们。